以古筝来讲的话，比较没那么高。嗯、那二胡的话，会吵杂到别人的声音。那古筝的话，它发出的声音的话，每个旋律都很好听。对，所以应该是鼓励大家来学古筝。就是学会的时候，就是觉得很高兴。嗯哼，因为之前就觉得它很困难。对，对我来讲觉得很困难。这两条弦跟这么多条弦不一样。对，这条弦，那结果发现事实上不会很困难。不会很困难，就是知道那个，就是可能是说学习到它那个窍门。第一次接触二胡，对，第一次接触。那您之前有接触过其他乐器吗？没有。